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其实这才是蜘蛛的脑袋。好勾，推 A 咬，致命点呀！平 A， 平 A 咬，平 A， 平 A 推，平 A， 不理我是吧？我是不是得咬你了啊？咬平 A 起立降落，捏一下，推。你说你右键你都不会 A 吗？点一下。这机器人勾的位置挺刁钻呢。一不行了，撤，不打了，我溜了，这不回个家。带个药吧，出门。来吧，推，捏 W 溜，咬，起立降落，平 A， 咬，闪现，捏 W 溜，推，咬，双杀。一打半溜走了，炸一下回家了，不打了。我说停停，临走前插个眼儿。他这不要硬斧吗？这不硬吗？这硬了不？这回，这回硬了吧？买个针眼儿来，硬不？哪里硬了？我哪知道哪里硬了？插针眼儿来。
一打不完溜推咬，走位不错，我走位也不错，一打不完溜推咬致命点炎，平 A 火了，加血蹭助攻，我是佛了。把机器人给我杀了 ，E W C 咬起飞降落走位 ，W 要咬推一口，我死了。不过我们的300块还是照样拿下。人有点多呀，本来我想直接美甲窃魂卷的，但是算了，破败之王给我瞎当了。他们要不来下路打麻将，俺们也死不了，人太多了，这么老些人，机器人怎么的呢？这是不咬你是不行了是吧？直勾勾的往我这边走，我马上到来。那劫没有大来，一打不敢溜，这可管不了。霸下来，一打不溜，起飞降落，吃河蟹。咬还行啊，完了，破败之王无敌了。哎呀，我这跳下来怎么有俩人啊，怎么有个机器人啊，就一个破败王咱就算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能有个机器人搁这呢？人家搁这打野，你跑这来干什么玩了呢？你说像精神病似的。怎么还打上小龙了呢？我这意思，你是不想活了是吧？我咬推，漂亮，一中，没中，差一点点。假装走了，其实不然。来，机器人 ，EW， 不上了。插个眼，他敢拉他就得死。算了，我们一走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别管 ADC 啊，别管 ADC， 我们的人头比较重要，快跑！然后假装走了，其实不走，在这里待着。干嘛呢？起飞降落咬，暗夜收割者，带个针眼吧，出门了，无敌了。那破败之王在野区都打不过我。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见谁杀谁，
谁来谁死，没有任何对手。那破败王再敢来一遍，我直接杀红眼。W 吹，哎，为什么机器人没击中呢？咬吹 A 再点，这个 E 怎么会空了呢？真的好怪呀、啊！人家 AD 八个助攻，再见！一血塔拿下，去趟野区，去趟中路，这都可以啊。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出一咬。机器人还真是很幼呢。推一中，咬。好跳弹，咬，再咬，回家了。那破败王今天活不了。那破败王今天不可能让他活。小龙可以要，机器人都啥意思呢？都没明白，就是你是有点无敌了，还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就纳闷了。一打破溜，一咬，哎。来，你上我下，这回小龙吧。哎，这还能让他杀一个？破败王要打石头营，这个位置没视野，我们来这儿蹲着啊。一打不了推咬致命点人，我让你干克。美甲窃魂卷，出个沙漏。杀音书是肯定是得要的，去下蓝 buff 啊。先插针眼，再插假眼，跳弹在这儿。武器大师在干嘛？走位，咬，一 W 推，跳我来，叮，
上当了，勾引成功。先拍假眼，再拍真眼。把他三郎给他打了，还有个蓝豹。来异动打破那些追咬，再咬推闪现翼，打破那种咬起飞降落走吃鸡儿。哎，两个人塔上在这等，三个眼吧，塔三个眼。下边的野区谁进来谁死。每一张网都是一个节奏。红咱可以留着当诱饵，知道吧？打破了 QE 咬致命点燃，起飞降落。哎，有点厉害。EW 起飞降落，直接咬吧这 ADC， 把 ADC 咬死，我们撤。扫一下来 EW。推咬破败王明显不服啊，我一看呢，咬死小蜘蛛一下 W 炸加速收一呀 W 炸，来让他追来一下呀呀，打不了起飞降落咬，哎，咬叮，一打不了滴停呢，回家。出个猫的，刚打不了反向摁了，给我那啥了。给我吓坏了，全款猫的，出个猫的。但我们现在差个法船，我需要有人帮我来出个眼石。EW 他没有眼了，我们去杀武器大师的。这武器大师一看就是不服啊，上了对线对开心了，这是武器大师。推 W 咬，来阿俩嘟嘟。你那都撸不过我，
哎呦啊 ADC 不愧是我辅助出来的 ADC 啊，我有小蜘蛛没事不拆吧，炸一打不溜飞咬，咬致命点燃，哎呦我一打破溜炸死，让我的小蜘蛛扛塔，一打破溜推咬，一打破溜推咬，闪现咬钉起飞，快点给我拆了，杀的人不多，简简单单拿个 MVP。